日前在中正大学公立学院举办麦当劳学院人才培训基地改版仪式，未来中正大学会合作麦当劳，把内部训练的课程提升到国家 ICAP 认证，建立产学交流合作基础。馆长张馆是真支持。强调合作和产业之间的连接是真重要。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啊。那人才除了在学校训练以外，事实上整个社会跟产业的环境不断的在变化，所以我们除了学校的理论的引导之外，我们也需要整个企业引进整个他们实务的一个经验。所以麦当劳学院今天很 smart。会选择我们中正大学新疆学习中心来合作，在中正大学成立麦当劳学院，所以这个是一个人才的培养的一个摇篮。我在这里要祝福中正大学跟麦当劳学院这一个人才的学习的摇篮，我相信他一定会很成功的。我们老师除了人师经师以外呢，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业师由业师来带领同学能够朝向这个企业需要的这个方向发展，这个是我们中正大学现在努力的方向。馆长指出，人才是企业上重要的资源，社会和产业的环境不断变化，因此中正大学和麦当劳合作，一方面会当来吸引中正的人才接受到企业内部管理的流程，一方面麦当劳业界专业人才进入校园。大洋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